花千骨，我的桂花伤泪合的是琴声，你竟然能闻到它的味，说明你已经动情。你动情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，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，不可饶恕。花千骨，你大逆不道，不可饶恕，大逆不道，不可饶恕。千骨，你在上面干什么？很危险的。忘忧酒，忘忧酒，亦能解忧，也能解愁。怪不得那么多人迷恋红尘，图一醉呀。傻丫头，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。来来来，我扶你下来。慢点啊。师父。师父，你师父还在里面陪掌门喝酒呢。千骨，你怎么了？他说我动了情，大概是真的吧。千骨，如果是我错了，那就让我们一直错下去吧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就算是在梦里，也没梦想过会有这一天呀。小骨醉了，我先带他回去休息，你和其他掌门招呼一下吧。是。小姑，你喝醉了，等清醒点再说。师父，你是不是生我气呀？师父，我知道我不该说那些话，我是无心的。什么话？师父，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，万一你要生我的气了，你也一定要原谅我。到底什么话啊，小姑？小姑，尊上，东风先生。尊上有事吗？你可是要找小骨？明天我们班师回蜀，我特地想跟他来告个别。
小谷已经睡下了，有什么事情我帮你传达。那好吧，我就不去打扰他了。这次太白山一战，多亏了你的妙计，才避免了那么多死伤。尊上客气了。轩朗他年纪尚轻，个性任性贪玩，还没有为人君的准备，有你在身边辅佐他，是蜀国百姓的福气。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但是这次骨头伤得很重，还有望尊上帮为照顾。我自己的徒弟，我自己会照顾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叫倪漫天吧？居然敢故意激花千骨与我斗香，让我在众人，尤其是子画面前出丑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别以为你是长留弟子，蓬莱千金，我就不敢拿你怎样。你有话要说，好，我就让你在死之前说最后一句话。我恨花千骨，我恨死花千骨了。要不是他，我才是尊上的徒弟。我激他，就是想看他落败，看他丢人，看他没面子。但我没想到，你竟然输了，我对你简直失望透顶了。你这个女孩胆子倒是挺大。本来就是啊，你输了比试不去杀花千骨，你凭什么杀我呀？好啊，你杀了我吧，这样花千骨就少了个死对头，你就让他高兴去吧。花千骨的命虽不值钱，到底是子画的弟子，我与你们尊上之间终归还是要留些余地的。那我虽不能杀他，但也绝不会让他留在子华身边。你若真的恨他，就帮我严密监视他，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动或者纰漏，随时跟我报信。好。师傅，我们怎么会在船上啊？大家呢？一个大醉三天三夜的人，难道会奢望和大家一块御剑飞行？师傅，我刚刚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我这三天里面做了三个梦。第一个梦里呢，我变成了一颗小石头，每天都很无聊地待在一棵大树下，然后身边有很多小花呀、小草啊、小树啊，有很多好朋友。可是我不开心，因为我羡慕天上的小鸟，可以有一对翅膀，可以到处飞，还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
是我第二个梦里就真的变成了小鸟，没想到我变成小鸟之后我还是很不开心，因为我想飞得更高。于是我就每天开始羡慕天上的太阳。终于第三个梦里我就真的变成了太阳，可以挂在天上。可没想到我更加难过了，因为虽然可以高高的挂在天上，但是我却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。我很伤心，很后悔，原来我最终的愿望还是做回一颗小石头。后来呢？没有后来了呀，我只做了三个梦，所以我没有变回石头，还是继续做太阳。不过我现在懂了，虽然
师傅，你看那儿有一颗流星。要是每晚都能这样陪着师傅看流星该多好啊。绝情殿不是也有吗？那感觉不一样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像十一师兄那样收个徒弟啊？为什么想收徒弟啊？你看绝情殿那么大，就我们两个人多冷清啊。如果我收个徒弟的话，他就可以陪我玩，让我欺负。师傅，你看我这么乖这么可爱，如果收个徒弟的话一定很好玩的吧。哎，你那个放那边，还有这个放这个盒。烈行云将军，这些呢都可以给我的千古师妹补血用。皇上，快起来吧。皇上，可把皇上盼回来了。烈将军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呢给千古师妹挑了些药材补身体，你挑几个身手好的帮我送一趟，越快越好啊。啊，这事我回头安排。哎，皇上，我现在有几件大事要向皇上禀报。大事？对。什么大事？皇上走的这段时间啊，那吏部尚书和户部侍郎结成了亲家，中书省多了三个副三品的官职。还有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说烈行云，你堂堂一个武将，每天就应该骑马打仗绞肉朋友啊，去关心这些琐事干什么？皇上，本来啊我也这么说，可大学士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既然答应了就得完成啊。这个大学士，好吧，以后这些事呢你就不用跟我禀报了啊。哦，对了，烈将军啊，你这次没有陪我去太白山，你可不知道现在可是七杀当道，正道危机啊。我这次去那儿也没帮上什么忙，我还害得千古师妹一个人对抗七杀受了重伤。你说我如果现在再不把我的功力练得好一点的话，我还有什么脸再见千古师妹呢？皇上，皇上不是还有很多奏折要批，很多事情要处理吗？不是还有大学士，还有明王吗？你呢先帮我把这件事办好，其他的事我们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我好好。尊上。千古。千古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谢谢师兄关心，养了这一路已经好多了。真的？你伤这么重怎么好这么快啊？千真万确，我还可以练功呢。师兄，那个汤茂怎么样啊？离开这么久最想念的就是他了。放心吧，他没闯什么祸。那就好。这次太白大战能够旗开得胜，大家是劳苦功高，不过我相信七杀不会就此罢手，大家要做好准备，不要因为一时之力就轻视对手，麻痹大意了。是。惩恶扬善是每一个长留弟子的责任，这次新进弟子大有长进，不过千万不要骄傲，回来之后必须更加潜心修炼。哎，此次啊花千骨的功劳最大，力抗七杀啊，给我们争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哎，你们都要向他看齐哦。好。还有这次外出的人比较多，为保安全呢，你们还要到三生池再进行试炼。是。平心静气，恪守中正之心，不要着急。Thank you.
起得来吗？可以的。你没事吧？啊，秀峰，漫天，你们两个下去。花千骨，啊，到你了。哦，没事的。你师父身上简直是大逆不道，不可饶恕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对师父动情，绝情之术一定可以证明的。检查，看我是不是真的动情了吗？我没有动情，不会证明给你看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好痛啊！上回明明不是这样的。不会，不会的。难道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吗？千骨，你还好吗？千骨，十一师兄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出去了一段时间，看多了凡尘俗世的烟火，是不是就花了眼了？嗯，乱了心了？你们整天修炼修炼，修炼的究竟是什么呀？明天让你们独自面对七杀，稍加诱惑挑拨，是不是干脆就跟了七杀了，随了杀阡陌了？每人受罚半个月。火信，去器械室办公，每天两个时辰。是。吴青罗，去厨房办公，每天两个时辰。清水，去长留山门守护两个时辰。哦。你漫天。
就是动了情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还是你假装看不出来？你口口声声说什么正道为重、长留为重，你就是这么重法吗？双溪，花千骨果真会蒙蔽视听，连紫画都被他骗了，还收他为徒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你尽你的所能，把他的过去、他的现在、他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都给我仔仔细细地调查清楚。我不管他有什么阴谋，打的什么主意，都绝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是。原来我真的对师父动情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？古藤，古藤，我刚才听到紫虚仙子告诉尊上，你对他动情了，让他处置你，我就赶快过来给你通风报信。什么？紫虚上仙告诉师父了？嗯。古藤，你真的喜欢尊上啦？哎呀，你别担心，尊上他根本就没有相信。可是你怎么能喜欢尊上呢？尊上他哪是正常人能喜欢的呀？汤宝，这件事你绝对要帮我，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嗯，你放心。可是，你刚才是怎么瞒过十一师兄他们的？我刚才用我所有的内力都给压制住了，但是肯定过不了师父那一关。而且，这绝情池水的伤，不是普通的药可以治的。骨头，我这就去帮你找药。哎，汤宝，汤宝，十一师兄。哎，汤宝，你怎么了？我看骨头他们都去三生池水试炼，我也想去，于是就。可是我没想到会那么疼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等着。来，这是治三生池水的药，但是只可以缓解。多谢了。哎，汤宝，没事，我回去自己涂。哎，三生池水，不会吧？动情了？对谁动情了？难道是我？骨头。你再用功力努力压制住，应该可以瞒过尊上的。嗯，汤宝，谢谢你啊。按照规定，这绝情池水是惩罚，也是考验，是不可以涂药的。十一师兄怎么会肯把药给你啊？这个，反正我就是使劲哭，使劲耍赖，总之他就是给我了。小谷。师父可以进来吗？那个，师父，你进来吧。好。尊上，你们今天试验了三生池水，听说顺利过关了。是啊，还好勉强过关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修炼吧。是师父，早点休息。是。小谷，师父，你找我。那个，
我做了桃花羹，想让你尝尝。啊，进来吧。师傅，你尝尝吧。把手给我。小谷啊，师父知道你年纪尚轻，还做不到心无旁骛，所以心中有杂念，实属正常。但是，你应该要设法除去，而不是设法隐藏。师父恕罪，弟子知道欺瞒不了师父，可是又怕师父生气，所以还请师父原谅。你真的动情了？弟子知道，弟子不应该喜欢上东方。弟子应该心无旁骛，好好修炼才是，请师父责罚。东方雨清。小果啊，你既然知道错了，师父也不责怪你。不过你每天都要发念清心咒100遍。知道了，师父。弟子告退。什么反应？果然没有瞒住。啊啊！那怎么办？尊上要赶你出师门吗？嗯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就只好跟师父说，我喜欢的人是东方。哎呀，我都快吓死了！不许笑了。你安全过关就好，我巴不得你跟东方爹爹是一对呢。希望东方万一知道我拿他当挡箭牌的事儿，不会生我的气吧？你就放心吧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师父说的对，动了不该动的心念，就应该想办法除去，而不是想办法隐藏。所以，从今往后，我要开始修心养性，抛开杂念，我一定可以安全通过绝情池水的。骨头，你要干嘛？师父让我每天睡前默念100遍清心咒，我以后要尽量少跟他接触，少跟他说话，一定可以做到。可是动了心，真的那么容易放下吗？那我都快饿死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和师父保持距离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能和他一起吃晚饭了。那我们可以自己吃啊。那怎么行呢？如果让他知道我们自己吃，不跟他吃的话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那你打算以后都不吃饭了？小谷，师父，没什么，师父就想看看你伤势好些了没有。我好多了，师父，我今天想休息休息，晚上我就不做晚饭了，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有空来看我啊！我出使邻国，路过长柳，所以特地来看你。怎么不欢迎我？怎么会呢？太白大战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。这次你要给我机会啊，在长柳多待几天。我求之不得呢。那好，那你先回客房休息，我回去告诉师傅。这几天我就住在山下陪你。嗯，那太好了。师傅，你在吗？我在修炼。哦，那个，东方来了，我这几天打算住在山下陪他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师傅。那我不打扰师傅练功了，我先走了。知道我在这儿打水擦地，非欺诈的不可。凭什么呀？
城。